今天呢，刚好没什么事情，然后在家里待了有点无聊了，所以就想说出来走一走。但是你们也知道，现在美国疫情比较严重，所以能去的地方无非就是超市买补给品，要不然就是到郊区散散步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就来到之前跟佩尔聊天聊到的一个 park， 离我只大概十分钟而已，还蛮近的。So yeah， 现在在这里，然后等一下要一直走黄色这条线，走到有瀑布的这个地方。然后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，就是在美国一些hiking 的地方，他们的标志有时候不是用一些砍棒来做标志，而是用这种，他们会在某些树上面喷某一种颜色，代表说你在哪一条道路上面。这样子你在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还是在你原本需要走的那条道路，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分叉口，然后也会有不同的道路到不同的景点去，所以。在美国，他们很长时候会用这种标志，来告诉你们说，你们是不是还在你们原本预习的道路上面。就像这里，我们现在还在黄色道路上面，然后这边刚好有一个交叉口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，这另外一条是绿色的道路，就不是我要走的那条，我要走的是黄色那一条，然后它是。这条线的尽头，然后我发现我可能好像走错路了。现在黄色这条线已经结束，然后接着蓝线，可是不是我之前想要去的那个小瀑布，所以有点尴尬，可能要往回走一些，然后再去找另外一个岔路，去找那个小瀑布。啊，尴尬。终于到了，刚刚 GPS 定位把我完全带反方向了，所以我又绕了回来，走了好久的时间。不过 here we are at the waterfall， 是啊，很开心的。
good move. You can go first. No worries.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在 hiking 的时候遇到人，其实都会礼貌性的，就是保持社交距离，然后看看让哪一方先过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挺好玩的。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没有礼貌，感觉好像你在畏惧对方。不过我觉得现在疫情的关系，还是必须的。现在回到车上了，然后回家了。